箴言第31章第26节，他开口就发智慧，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。咁你身为一个牧者就要做啦。主耶稣系以一个牧者身份去做呢件工作噶嘛？因为主耶稣嗰个3年半侍奉咧，都以一个好牧羊人嘅身份啦。即系佢临离世嘅时候，佢都强调自己系好牧羊人嚟嘅，系咪喺羊福音嗰度？佢咁讲噶嘛？因为主耶稣嗰个系侍奉完3年之后，第3年自己话自己好牧羊人，跟住半年后就被钉十字架啦。你知唔知啦？所以主耶稣系强调佢3年里边咧，佢所做嘅所有嘢咧，都系一个好牧羊人嚟嘅。但系问题就系好牧羊人就系点样啊？就系你嘅教练啊，佢教你殷勤嘅去行神嘅话语，去将神嘅话语应用喺你嘅生命当中。因为神嘅话语唔应用你嘅生命当中嘅时候咧，就算你喺某一方面得到祝福咧，你另一方面就会得到咒诅，甚至可能你得祝福嗰部分咧，你一知半解嘅话，你冇一个教练咧，你做唔到添，系咪？所以变咗我哋需要一个辅导员，我哋需要一个教练，因为就好似一个第一次种嘢嘅农夫。佢点知道时候啫？佢点知道做啲乜嘢咧？佢点知道轻重啫？佢犁田嘅时候都唔知道犁啲田，即系耕田啊！再耕田嘅时候耕几深啫？系咪做到咩程度啫？每一平方尺系放几粒种子啫？系咪放咗之后应该点做啫？系咪用几多水咧？乜都唔知噶。咁你咪需要一个人教你咯。牧师就其实系做呢样嘢，佢都知道你喺神嘅面前咧，攞咗呢个恩典咧，呢、这个恩典。第一个恩典已经不是你配得的了，那你怎可能因为你拿了这个不配得的恩典呢，你拿更多10倍、100倍、1000倍更不配得的恩典呢？那你不欠了很多属灵的债呢？就好像我所说，你吃了果子了，神给你吃果子了，但是他给你吃了果子之后呢，其实是给你掠一些核出来去栽种的，是不是？你吃完果子又吃果子，吃完果子又吃果子，哦，一间教会果子不够你吃第二间，第二间不够吃第三间，是不是？哦，一味吃 OK，完全没有贡献，咁你系只咩啊？你系只狼嚟嘅啫嘛，系咪？甚至有啲人咧，直情系唔单止食果子啦，啊，甚至翻到教会咧去偷呃拐骗，乜都做啦，系咪？我就系讲紧呢样嘢啊嘛，所以变咗喺一个牧者咧，就帮助我哋咧，懂得咧神赐种俾我哋啦，啊，因为你食咗果子，你梗系有种子啦，系咪？啊，你攞呢粒种子，你点做咧？即系换句话讲，每一个被恩赐运作嘅人咧，其实你食咗个果子。但问题你被恩赐运作的时候，其实 inspire 咗嚟启迪你咧，关于恩赐运作。而事实上，每一个被恩赐运作的人已经攞咗第一粒恩赐运作的种子，只要佢愿意加上信心，再加上有一啲嘅牧者，有啲嘅辅导员帮助佢咧，佢其实冇几耐就识恩赐运作噶啦，明唔明啊？所以原来一个牧者就系做呢样嘢，就系话喺成个耕耘过程当中咧，去带你完成一次嘅收割。即系就算连收割啲人教嘅，如果唔系我哋都唔知道几时先收割噶嘛，系咪？太早又唔得吓，唔食得嘅；太迟佢就烂噶啦，已经系咪？咁所以变咗，你会睇到一个牧者所做嘅工作咧，就系让你咧确立咗祝福嘅饼，而并且等你嘅祝福饼系均匀，记住系均匀，唔系扩大佢，扩大佢系布道家所做嘅工作。布道家系刺激你咧去大人信主，刺激你咧去点样啊？去跟进人，刺激你咧，能够咧去栽种下一批嘅人，使到你自己成为一个小牧羊人，系咪？咁既然你系小牧羊人，按住撒种嘅定律嘅话，你让人哋唔跌倒，咁你就永不跌倒；你让人成长，你就永远不断30倍、60倍、100倍成长。所以你只不过将牧师教你嘅嘢咧，用喺人哋嘅身上，唔系用喺自己嘅身上啦。牧师教你嘢系点样自处啦，吓点样对你嘅太太啦。丈夫就点对你嘅太太，太太就点对你嘅丈夫，职员就点对你嘅老板，仔女点样对你嘅父母，嗱呢啲全部系自处上面导致咧，你唔会咧落喺咒诅当中，因为仔女如果咒骂父母嘅话，佢都几难长命，你知唔知啊？就算你得到富足嘅话咧，啊好犀利增长富足嘅话咧，有啲人直情性格大变噶嘛，啊从此就个个都要受气啦，连父母都要受气啦，咁你谂下短命都唔得啦，你知唔知道啊？就是讲呢样嘢，牧师就知道喺应用嘅时候咧，确立呢啲祝福嘅时候咧，将圣经全面嘅去教一个人，就好似一个农夫，你要全面理解，就唔系净系理解粒种子，你理解个田地，理解啲杂草，你理解天气同埋四季噶嘛，你唔能够话哦，我净系理解个种子啫，唔可能嘅。你真正应用嘅时候，你想有丰收嘅时候，你就要有我所讲呢个字就系殷勤啦，就系、是、一个牧者，佢其实佢以前都系一个嘅撒种者，系咪？但问题佢将佢嘅经验值加俾你，就系话佢将佢所识嘅嘢加俾你。但系问题里边
都是挑战你的殷勤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你已经由不配得的祝福当中，你想增加你的不配得的祝福变成配得嘛，变成30倍、60倍、100倍的配得的祝福嘛。咁所以变成由最早最早的撒种，至到最尾最尾的收割呢，你都有一个明白者，有一个教练，有一个辅导员呢，去帮你，去辅导你。呢一个就是我哋所讲的呢样嘢。咁而我呢度所讲仲唔系使徒级数呢，系意想不到嘅丰收喎。我哋而家讲緊双氧水啊，我哋讲緊 Bitcoin 呢啲系意想不到嘅丰收嚟㗎。我讲緊系信仰开始嘅根基先。唔系话世上最大嘅经济转移呢啲咁犀利，即系未讲到啊，因为使徒级数先至会有呢样嘢啫，系咪？因为使徒先至会带你做到嗰个时代当中神嘅时代计划当中嘅，唔理边部分啦，你做你嗰段咯，系咪？咁所以变咗一个牧者，而家你知道佢嘅工作，点解一有先知之后咧，就要有牧师啦？因为点解咧？有先知啫嘛，唔系话在乎你开开心心听完个信息，平平安安嘅归去就算噶啦，唔系噶嘛，系咪？你有一个先知咧，让你知道咗之后咧，你点样承受呢个祝福咯？吓，承担里边嘅责任咯，系咪？箴言第31章第26节，他开口就发智慧，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。我甚愿活到最终也是奉神，要尽力尽我气息，每刻认真竭力寻求主宗旨，常随着属天的指引，努力前行心欢欣，献恶运。愿这生充满赞美，直见证建立旁人，让我心满载真理教训。我是否仍不灰心，心依靠上帝法则，我活着一生诉说上帝恩，我活着一生诉说上帝恩。